土豪带大家看过不少奇葩鲨鱼电影，今天土豪带大家看一部在鲨鱼烂片界混这么多年仍然震撼我的五种鲨鱼合体成变身僵尸鲨鱼的沙肯斯坦。电影开始有三位扮演中学生的中年人，我们分别叫他们大姐、大哥和大叔吧。这是中学生，你欺负我没上过小学吗？演员本身和所扮演的角色有很大差距，怎么演都看着很奇怪。比如让土豪我去演丑男就非常奇怪。船家带着三人出海游玩，大家玩性正浓，突然警长驾船前来警告大家，最近海里有不明生物，希望大家赶紧离开水面。大家永远不会看到警长的船和他们游玩的船在一个画面出现，因为我仔细观察，警长和游客开的是同一艘船。你们剧组也太会省了吧。警长走后，游玩的船被不明生物撞击发生了故障。我也看过无数渣渣的鲨鱼，但是这是我见过最渣的一条。你这特效敢要五毛，那就是赤裸裸的诈骗。三位游客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们觉得游到对面的小岛上就安全了。 What? 他们竟然还真的活着游过去了。那我就问你们，刚才还穿着泳衣，怎么上了岸就换成平时的衣服了？到了岛上你就好好待着等救援吧。哎，那是不可能的。三人进入了森林深处，看到一个禁止进入的警示牌，那当然是果断进入。又看到一间飘在水面上的贴图特效的可疑房屋，那必须坚决探险一下。大家可能想说，电影里的角色怎么都这么傻，看到一个个危险警告还要不断作死。其实仔细想一下啊，有没有人告诉我们垃圾食品有害健康？有没有人告诉我们熬夜伤身？有没有人告诉我们看视频记得给 UP 主点个赞并关注一波？我们听了吗？所以不要嘲笑电影里不听劝的人物，我们和他们是一样样的。进入屋内，果然三人被一个邪恶科学家挟持了。科学家迫不及待地解释自己的邪恶计划，原来水里的不是一只普通的鲨鱼，是他用五种最厉害的鲨鱼合成的一只超级鲨鱼。 What? 这是二战时德国研制的邪恶计划。就这，难怪你们战败了。现在他们得到了美国秘密的人造人计划产物弗兰肯斯坦的大脑和心脏，他要把弗兰肯斯坦的大脑和心脏移植到五毒鲨体内，制造沙肯斯坦。科学家胁迫三人帮助他进行移植手术，大叔帮着打手电，大哥帮着用电脑记录实验数据。大哥，你这电脑屏幕都没开，你打什么字儿啊？真是传说中的盲打吗？你问我为什么他们不趁机逃跑？这个问题我也想问。科学家用了四把厨房刀就把移植手术完成了，沙肯斯坦就这样诞生了。科学家把三人关了小黑屋，沙肯斯坦似乎不是很听话，科学家决定使用电疗给他一点教训。沙肯斯坦果断给了科学家一个教训，鲨鱼是能飞的。虽然我知道本片特效渣，但是这个水中流血的效果真是，哎呀，我的妈呀，太刺激了。沙肯斯坦接下来就拆了科学家的基地，三个被关小黑屋的朋友掉入了水中，大叔很快就被鲨鱼吃掉了。该，但是我就想问，你们三个什么时候换上的泳衣？还好紧长及时赶到，从海里救出了大姐和大哥。你们什么时候又穿上了衣服？一件换装啊！警长开船逃离，沙肯斯坦穷追不舍，这看着丝毫没有恐怖的感觉。大哥跟警长说，你老能不能开快点？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加速也得一点一点来啊，咱们骨灰盒可是一天就能造好，你还是快点吧。好不容易上了岸，大家觉得这下安全了。你咬不着我，有种你上来啊。沙肯斯坦心想，不蒸馒头争口气，上来就上来。警长说，不要慌张，我看他已经前沙济穷了。说时迟那时快，一道闪电正中沙肯斯坦，沙肯斯坦直接变身了，直接变成了哥斯拉沙肯斯坦。这闪电哪是劈的沙肯斯坦，这是劈到我们每位观众内心深处了呀。面对强大的沙肯斯坦，警长灵机一动，点燃了火把，竟然吓走了沙肯斯坦。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特效做一个火把呢？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三人总算死里逃生，警长和大姐要继续追击沙肯斯坦，但是大哥决定自己逃跑。跑出没两步，大哥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别过来，我会接话发啊！这种操作当然果断被沙肯斯坦给啃杀了。紧接着，沙肯斯坦又袭击了一位网红老姐姐。沙肯斯坦仔细打量了一下她，发现自己下不去口，果断扇了她一巴掌，竟然走了。这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没有被吃掉的人。下不了手。不仅警长和大姐在找沙肯。
肯斯坦拿着玩具枪的群众也自发追杀起了他。鲨鱼鳍在树林中游走，很快沙肯斯坦疯狂地袭击了几个穿格子衬衫的程序员，众人果断开枪。你等会儿，拿斧头的在后边比划就算了，这位大姐，你拿个棍儿在后边比划什么劲儿？你那是魔杖吗？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鲨鱼吗？另一边，警长引诱沙肯斯坦进入了一个房间内。为什么这个追杀丝毫看不出紧张的气氛呢？警长刚一进房子，刚才那个拿魔杖的姐姐就把手上的火把扔了出去，点着了房子。你这是干啥啥不行，火攻队友第一名啊！警长就和沙肯斯坦在要多逼真就有多虚假的烈火中肉搏了起来，然后整个房子就爆炸了，海岸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大姐怅然若失地坐在海边，突然沙肯斯坦跳出海面，电影结束了。难道还有续集？我土豪也看过无数鲨鱼烂片，自认没有人比我更懂鲨鱼，但是这部沙肯斯坦还是刷新了我的各种底线呀。本期互动话题，说起夏天你想到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想看更多精彩视频，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和 YouTube 频道，当然不关注也无所谓。